感谢，也要感谢黄美惠老师、金世奇老师以及校友学姐们的指导。今天穿上白衣红裙，要展现我们的骄傲，迎接更好的2011年。
再次感谢国立彰化女子高级中学的乐仪旗队为我们所带来的精彩呈现，再次以热情的掌声感谢。